好，我是方总，给大家带来这个有创意。刚开始发现的比较快，就是说没有什么多东西嘛，因为这个问题也解决了，要不就是八秒，知道吧？那比较短。不过呢，加起来不知道啊，不能说我这个距离短，还是不短。所以说下次如果发到十以上的，就是说。不要抱怨，是很短，对吧？降龙大炮怎么样？第二次把降龙大炮怎么样？我觉得这把降龙大炮的属性，接着补上了原车队，因为这猎头比较小，小兵，炸弹扔，是个小兵。好的，上了。好，继续入点落点，一v一啊！我们现在还没破皮。先不着急编，好，现在已经破了，下来就是大跳，因为我发现这个队友是红的，所以说我们有机会双杀，三连杀，三连杀，四连杀，五连杀，六连杀，好，死了，我有五杀，下方有刀士魔的唯一 QQ 啊，15802，哦哦哦，死了，如果喜欢刀士魔的可以加下我的 QQ 啊，这个 QQ 呢也是非常好啊。这部呢，第二部是僵尸泛滥的小麦，所以说两分多钟大概都是在这个根据地打的啊，两分多钟基本上在根据地打，因为打的话我们这个比较快，所以说打狙击，打狙击的时候也是狙击这个一般般吧，啊，这部反正是给你们试一下啊。发的是高僵尸啊、跑酷啊、游击啊等等啊，炮的啊很好吧，之前也是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我说话比较响，但是我用麦克风加强了，可能如果还嫌你声音小的话，那下次我真的没办法了。非常厉害吧？啊，麦克风这边都是有喷子啊。对，我也会嫌弃啊，该来分还是来分啊。好了，那个现在过来，我们先直接走啊。他已经落到后坡里，我们继续上攻击机。时间剩下43秒，上来我们就打，上来我们就游击啊。我没开出枪，所以说直接回头，看没？打神话必须要有水刀，哎，还有火牌，他红了，不刀他算了。因为这是打野，平常的我早就算是刀他了，对不对？没事，他就是在这边，他追不上我啊！这边丢雷，对，我们皮丢了，时间还剩下10几秒，没事，这个女鬼直接跳过去了，所以说他抓不住啊！最后我们会来个大装逼的哈、啊，如果喜欢的下方评论666，好不好？现在3秒钟啊，最后1秒钟他要去装逼了啊！装逼，拜拜。